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Vincar 的 Room 频道，我是 Ben。保时捷911相信是每个汽车爱好者都耳熟能详的型号。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代号992的最新款911硬顶与敞篷车型。自从1963年法兰克福车展发布至今，从风冷时代演变成水冷引擎的911，已经经历了将近60年的进步与更新。其标志性的后置引擎、四座布局、经典设计，却一直得到了完美的保留。在外形上，新款992车型的911也延续了旧款车型的经典设计轮廓，标志性的圆形大灯依然从前翼子板上凸起，让驾驶者能够非常精准地辨别出车头的位置。而尾灯则完美地嵌入了后引擎盖的下方，并有一条贯穿车尾的3T灯条，在夜间看起来非常引人注目，并充满了科技感。车身内部911沿用了保时捷其他最新车款上相同的 10.9 英寸触屏， PDK 排档杆也被一块精致的操控杆所取代，设计非常前卫。如果你的车选配了 Sport Chrono 组件，那中控台上也会搭载保时捷经典的中置计时表。动力上， Carrera 车型搭载了一具380匹马力的 3.0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而 Carrera S 车型的输出则更高，达到了443匹。匹配上改款后8速的 PDK 变速箱，使得这款车在各个档位的任何一个转速都能保持充足的动力，也能取得更加优异的油耗表现。在 Vincar， 我们有多达数十种不同配置的911 Carrera、Carrera S、Cabrio 以及 Targa 车型供您选择。若您想拥有一台独特配置的保时捷车型，我们也能根据你的喜好来专门定制。欢迎您亲临我们位于24零 D 路或5BAM 的展厅，我们的客户经理会非常乐意为您效劳。谢谢你观看 Vincar 的 Room 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